性身份识别障碍。这次的治疗我知道你都很了解，但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，这个治疗是不可逆的。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人，确定考虑清楚了吗？能活下来的人，只有我。什么意思？两个只能活一个？那我们现在就去检查一下。我们的治疗大概会在10点开始，但在开始之前呢，你得再做一个检查。然后，少了一份病历，我去拿，你先去做检查。这边请。病历。等一下，你装病拖着医生，然后我进去偷个资料。你昨天告诉我装什么病？救命啊，医生！这里有人晕倒了。怎么了？怎么说？他倒下了。他怎么了？啊！我不知道，我惊慌，他就倒在地上了。他没事啊，很正常啊，没事。他不正常啊！你看，他发冷。发冷？什么？他还抽搐了。抽搐？好像还呼吸不了了。呼吸。这，等一下，严重啊！兔白梦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吐舌头了，你看，医生，你快点帮他检查吧。这，急诊室快点！哎，快，在这边，快点！来，3、2、1，好吧，走。傅泽一，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。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人，而另一个死了就回不来了。两个只能活一个？我决定不再追究爱哲酒店的债务。爱哲需要在1周之内还清所有债，不然我们傅氏就会起诉你。将原有酒店拆除，建立一个新的商铺。是有个好心人，他把树的资料给到了。之前公司有谣言说发往林业局的信是你写的。你干什么？姐，鸳鸯大盗啊！一个骗我去看病，一个偷我病历。不行！赶紧跑！偷东西！好久不见了，志夏。住手！他是我女朋友。哦，她就是那个善良单纯、从不欺骗你的秦小姐。你们先聊，治疗待会走。走了。